这只比目鱼哦，今仔日足反常诶。但我要赶快抓出来，这个要抓出来，我是觉得它已经饿到差不多了，要赶快抓了。哦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先拿出来。伊嘛要等超一礼拜，伊腰冻袂得，你知道？啊，他还不懂得吃啊，不懂得吃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先马上把它做个人工驯儿。啊，外口的水要用原缸水来煮。啊，这个我们先弄一下，你来这些火屎啊，怎么烧的，洗洗好。进进进。哦，白龙雪到现在还没吃，为了这些鱼，没关系，赶快哦，全部拿出来，爱紧杀出来，因为我感觉伊要冻袂掉，伊要跳起，你有看？他一直在跳上去啊，对啊，呢，第一个出现安尼呢，他第一次这样呢，他今天很反常哦。我要紧，较紧，较紧，赶快抓啦！哟，林老师诶，但一般抓来隔离缸拢无啥物好诶，无啥物好诶结果，你毋知？啊，因为这边温度比较低吼，它等一下，迄个啥温度会加低，所以等一下要先用原缸水下去炖。我或者讲这吼，这为了这些小的石头啊，后来要全部。把它那个重新再造，你这细料来讲，我感觉无啥好诶，它没有什么造景价值。这水唔知还可以当用无？唔知我是有拢在饲诶，这水拢在循环诶。有在循环是应该还好，而且这只管虫比较细啊，咧，嘛唔知，我见两个动作细啊，我不要多，一些活死的，等一下水要把它抽出来。你迄只吼，迄只还咧冻袂掉啊，伊若内底翘翘会掉，你倒缸我就倒啊，所以这个一定要在非常的时间，要做出非常的处理动作，拿出来吃啊。来，然后这些沙子我们要抽出来。来哦，这么哪个要输的时候，唔知佫输袂起来无？嚯、哦，恁娘这什么阀门是到底安怎啦？卡刷呢？叫卡刷，搁嘛清了，对啦，卡刷啦吼。我、哦、出来了啦，靠腰是干掉你啦！哦，你那什么虹吸原理是干嘛？真倒单呢，这都一定要安尼夹夹，真失败呢。虹干原理的虹吸原理。真正真倒单呢！你啊，鸡巴呀！干你娘嘞！水搁走出来，操鸡巴！你真正愈用愈堵然。较紧嘞，较紧嘞！水要满。水要满，输较清气的。绝对袂赴的。好好好，哦，恁遐大家用这個、用到柜内底安尼，淡落落。